哈喽，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频道。这一期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秋天最近的一些穿搭。首先第一套就是这一套毛衣搭配西装裤的穿搭，这一套非常适合日常，尤其是这件毛衣，我非常的喜欢它的材质，特别的柔软，而且因为它的V领开的非常的低，作为一个叠搭穿在外面的单品的话，它可以很好的展现里面搭配的单品，比如项链或者说内搭的颜色等等。如果天气冷的话，或者为了适应更多不同的场合，大家可以换成高领的内搭，或者说其他自己喜欢的内搭。因为这套我搭配的时候胸前露肤比较多，所以我选择了比较有存在感的珍珠项链叠搭，这样可以平衡整套搭配，看起来不那么寡淡。接下来这一套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搭配皮裙的方式，这种素皮的裙子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穿，它比真皮的材质其实摸起来更要舒服柔软，只不过透气性会比真皮稍差。上身的这件毛衣有女性剪影的绘画，和皮衣搭配既慵懒又有酷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也比较适合通勤。那如果觉得这样的搭配过于夸张的话，可以尝试裸色的皮裙，用裸色的皮裙和其他配饰制造大地色系的搭配的话，看起来会更加温柔，也更加适合通勤。第三套也是用到了这件白色毛衣，叠搭了一件长款的针织裙。其实这件针织裙有一件同色的针织衫作为外搭，它们是一套的。原本的套装是把同色针织搭在外面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自己选择一个不同颜色的针织搭在里面，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而且这件针织裙弹性非常的好，又不紧身，外加它藏蓝色的设计非常的显瘦，尤其是我有一个朋友怀孕9个月穿它，正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纤细的。所以我觉得这条裙子适合于对于自己的身材不自信的女生，而且自由组合的空间更大，希望肩膀看起来更宽，头看起来更小的女生可以选择像我视频里这样宽松的针织作为内搭。想显瘦的女孩的话，就可以换成自己觉得显瘦的内搭，或者说紧身针织，它甚至可以跟衬衫等不同款式的内搭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搭配的空间非常的大。
接下来这套是我自己喜欢的极简的风格，因为是黑白的搭配，所以在单品选择的方面需要有一些设计感。比如说这件毛衣，它在领子的地方设计的就非常的特别，大的 V 领，但是在脖子处增加了一块面料，看起来非常的有新意。在秋天20度左右的时候穿是最合适的，如果是深秋的时候，直接搭一件短款或长款的羊毛大衣在外面就可以了。裤子我搭配的是优衣库之前的 U 系列的白色长裤，这条长裤非常适合跟这一类有设计感但是又简约的针织放在一起。最后这一套就是最最最日常的一套穿搭了，简单的黑色内搭和西装裤，搭配有拼色设计的羊毛短外套，这一套是最适合现在天气的一个穿搭，因为如果有风的话，穿毛衣还是会非常冷的。如果更冷一些，气温已经进入冬天的小伙伴，可以把里面的内搭换成毛衣。今年秋冬我都更喜欢颜色更纯净，但是在设计上追求整体感的单品，比如前一套在领子处有设计的毛衣，这件拼色外套也是在基础款的前提下非常适当的加入了不同比例的拼接颜色，既整体又有设计感。因为这套是想分享给大家日常的穿搭，所以说里面的内搭选的非常的基本款，那又因为里面的穿搭非常的简单朴素，所以在配饰的选择上我就选择了比较有亮眼和存在感一点的项链和包包。如果想穿的更有视觉效果一些的话，可以把裤子或者鞋子换成更加有视觉效果的单品跟这件外套搭配。好啦，这期就到这里啦，是一些我最近喜欢的轻松又惬意的穿搭，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周再见，拜拜。